全体上香拜，再上香，三上香，请吉祥。寒冬啊，天干物燥啊，在每年过年之前呢，我想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消防局的义消同仁呢啊，要为我们乡亲过一个好年，在做义消啊，我们作为这些防火的一个宣导啊。我想过去我们每到寒冬啊，会看到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哦，尤其啊很多乡亲啊，天气寒冷，在做这个洗涤浴室，在做一些沐浴的时候呢，都把门窗关紧闭哈，常常很多的热水器发生了一氧化碳的这种意外事件。我们透过这样的宣导，让我们民众了解说，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种居家安全。那么对于这种寒冬天干物燥，怎么样做最好的防火的安全我们做了一个宣导，也来做一个呼吁啊。我想今天看到那么多义消兄弟们要来给我们协助帮忙，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呼吁我们所有乡亲的，特别是注意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于我们这个过年期间的，包含像我们的放鞭炮啦这个也特别怎么样去注意安全，好吗？对于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热水器，也特别去注意不要把门窗紧闭。像这些都是我们在这种宣导过程当中，让民众了解，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安全。非常感谢消防局的同仁，大家一起。在春节期间我们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以及在家里用火、用电、用瓦斯机会特别多，所以这段时间往往是我们灾害的高峰期。那我们为了提醒民众危机的意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人海空这个来祈福，希望我们来年这个风调雨顺，无灾无难。同时我们也透过化妆游行，发动义消护仙队他们本身一步一脚印希望能够提醒民众做好这个防灾的这个紧急应变，能够提高他们消防的防救智能跟技能。